杨队长，老钱，站长他委屈了你，特意派我到这松鹤楼啊叫了几个菜，哎，还有一壶酒，给你压压惊。哎，别说，站长啊，这心里还真有你。我正好，我也沾沾你的光，来呀，过来咱俩喝两杯。替我谢谢站长。怎么着？怕我这酒里放毒？啊，那我先喝一个。我现在哪有心情喝酒啊？老钱，站长说了，只要你把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。都交代了？都交代了。老钱，你说你们家彩衣在家等着你回去，哎，你那儿子是不是该过百天了？这弟兄们还说要给你凑份子呢，你可千万别给自己留下遗憾。杨队长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？我怎么有点听不明白？这个是在你们家拍的，看清楚啊，这是吴老大的鞋。可是我们还发现一个人的鞋印，哎，你帮我分析分析，这是谁呀？还发现一个人，我想起来了，乌老大呀，确实有一个同伙，但是这个人呢，我还真没见过。他当时找到我，跟我说让我帮他这个事情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他就要弄死孩子，栽赃给我。我当时就跟他说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啊？站长可是我们家亲戚。他说亲戚怎么了？要想栽赃我，他是一栽一个准。他还说了好多咱们情报站的事儿，哦，对了，杨队长也提到了你，说你是如何在我们家院子里盯梢我的。我当时听着非常吃惊，我就问他你是，咱不扯别的，我问你，你既然刚才说吴老大说还有一个同伙，那我问问你。你们家同时有两个人的鞋印，那这个人你怎么可能没见过呢？那怎么不可能啊？我当时去的时候，只有一个死去的孩子，还有吴老大。我掏枪把他打死了，很有可能是在我打死吴老大的之前或者之后，这个人出现了。肯定是这样。杨队长，你再好好想想。吴老大的同伙在我们站里，反正钱之峰是这么说的。不管信不信，做一次内部排查也是必要的。报告，进来。远处你来的正好，你们两个人负责安排苏州站所有涉密单位，逐一排查每个人昨天不在现场的证明。好。老赵，钱之峰出事了，你老兄可难辞其咎。我这不是赶紧向站长来请罪来了吗？嗯，
站长，那我先去了。钱之锋说的话是真是假？能不能让我见见钱之锋？我跟他单独聊聊。我了解他。您别忘了，当初就是我说服他，他才加入咱们的。故事编得真好，只要咬住吴老大，这关就算过了，也不会有性命之忧。问题是，他们查出来这中间还有第三个人在现场，这是谁都没想到。那个人是谁？刘二贵，只有他了。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只要你咬死刘二贵，这一关你就算过了。这也许是唯一的机会。钱之锋不知道是否能够相信，现在就坐在眼前的赵远处。如果错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。你现在必须跟我说实话，你要是敢骗我，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。我不管你为什么要得到闭门计划，但是如果你一旦得手，必须第一时间把它公布出去。就为这个？就为这个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们的枪里都少了三发子弹，警察马上就会到的。志峰，你这样会惹火上身的。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。志峰，查清江岸城的闭门计划，必须马上公布出来。嗯，别忘了刘二贵。也许唯一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，但事关重大，钱之锋不得不谨慎。一定还有办法，他必须找到办法，把拿到手的这本三民主义安全送出去。司长，对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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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哦，噔噔，是不是啊？有灯了。哦，妈妈，妈妈呢？太太，哦，孩子该休息了。哦，好吧。哎，好呢，宝贝儿。你说你啊，自己选的男人，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。那江汉城就不用说了，这个钱之锋看着挺老实的，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姐。您当初不也说钱之锋他重情重义吗？是啊，他是重情重义，可是他傻呀。你说多简单的事儿啊，有人威胁你，你告诉博红不就完了吗？都是自家的人，他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嘛。姐，说实话，要换作是我，我也不跟姐夫说。为什么？您根本就不知道，杨仁杰在我们家门口设了暗哨，每天从早到晚盯我跟钱之锋的梢。那不都已经撤了吗？根本就没有。您要不信的话，我现在就带您去看。他杨仁杰要是敢不承认，我就敢大耳刮子扇他。是吗？可是姐，您再想啊，杨仁杰他再胆大，没有我姐夫的默许，他敢吗？在他郑伯宏眼里，我跟钱之锋早就成可疑分子了。他现在去说吴老大的事儿，那不是给自己扣屎盆子吗？
行行行，啊，好，你别急，嗯，我再去劝劝他。其实啊，我看你姐夫也是做给别人看的。这胡秘书的女儿毕竟死了，他得跟大伙儿有个交代呀。我想这次跟许秦玲那次一样，到最后他还是向着自己的人。姐，我只有一个请求。 谢谢陈妈，次生上来睡了，刚刚给哄睡着了。太太，这最近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先生也不回来，门口还多了俩门神，我连出去买个菜都不让。咱们家没吃的了。啊，有倒是有一点，不过呢，老这么下去，那坐吃山空的也不是回事儿啊。 陈妈，你胖了。啊，先生和太太对我好，家里边呢吃的又好，活又轻省，操心又少，那可不就胖了吗？虽说你这个年纪胖点正常，不过太胖了就不好了。啊，太太，您嫌我？啊，不是嫌弃您，咱们家先生原来不是医生吗？ 讲究个健康养生，这样吧，你跟我一起减肥吧。减肥？嗯。哎呀，太太，您要减肥呀？是啊，这刚生完孩子，确实胖了不少，也该减减了。反正咱们家也没什么吃的了，索性就不吃了。太太，您减肥，您可以少吃一点，您也不能不吃啊。我都已经想好了。 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口都不吃了。咱们家是不是还剩下米颜面啊？都拿出来，交给门口那两个门神，让他们帮忙扔了。哎呦，太太，这让你去你就去呀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上面怎么吩咐？ 做什么啊？好嘞。嗯，干什么？来来来，你们俩接着点儿。这里边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太太让送给你们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连出去买个菜，你们都不让。太太生气了，说减肥。什么？减肥？从今儿起啊。 不吃饭了，这怎么办呀？伯鸿，啊，彩姨她这事儿，哎呀，什么减肥呀？她是绝食抗议，当然是抗议你了。 伯鸿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就，他只是想见见他的男人。那钱之峰有罪，不至于死吗？
美珍，你等什么呀？我还少给你妹妹面子了啊！钱之峰现在卷进这件事是要通天的，如果真查出钱之峰有什么问题，你的宝贝妹妹也跑不了。他愿意绝食就让他去，我就不信这么一个娇生惯养的人舍得把自己饿死。哎，你。姐啊，之前我让钱之峰写了一份书面的自白书，写好了没有？写好了，拿过来呀。对，摁手印。胡秘书一定会跟包文玉说的，我一定要在这之前做好准备，在包部长面前有个交代。快！按手印儿，让你按就按吧。都要逐一核查，不能漏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昨天下班我就直接回家歇着了，没去别的地方。那谁能证明？我老婆能证明啊。你老婆算是直系亲属，这恐怕不行吧？科长，那我就跟我老婆在一起，没别人。你再好好想想，看看有什么街坊邻居的能证明你昨天晚上确实在家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昨天回去，我们两个的声音有点大。楼下的老太太一直在敲墙，我还骂了她几句。队长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哎，只要这老太婆肯替你说话，行了，你先去吧。啊，走了，科长。哎呀，你们行动队的人都没问题。估计有问题的，就是我们情报科的人。我说老赵，嗯，你可别说这风凉话。我没说人一定在你们情报科。我这预感不好啊。该你了，刘组长。哎，下一个。报告。刘组长，哎，你们，你问吧，情报科的人，你问吧。嗯，
刘组长。哎，昨天下午你在什么地方？啊，看电影。我去看电影了。什么电影？大光明戏院，美国片儿，《乱世佳人》。那美国娘们儿，那小细腰，那胸，我问你，谁能证明？我一个人去的。有什么证据？啊？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去看电影啊？票根儿，我有票根儿啊。这下能证明了吧？乱世佳人，故事报纸上都介绍了，小细腰大胸脯，电影院海报上都能看见。这行吗？哎呀，这有点勉强啊。人来了，要了昨天的票根，我给了他。什么电影？乱世佳人。好看吗？好看呐，美国片，露胸脯，露大腿。我看看。有人吗？喊什么喊？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这闲着没事儿，想看会儿书啊。看书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说不行就不行。你算个屁呀！你骂我？你信不信我抽你啊？我真不信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们杨队长见着我还得客客气气的。哎，钱副科长。您说的对，您不是想看书吗？想看什么书？我跟我们队长说一声。你上图书室给我借一本《密码学基础知识》。哎，成了，我知道了，《密码学基础知识》。那您先在屋里待一会儿，我这就去。啊，谢谢了。你怕他干什么呀？哎呀，风水轮流转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又翻身了？转什么转？谁知道他什么时候翻身？翻车还差不多。真是，走，哎，走吧。谁呀？队长，是我。进来。队长，找我。啊，郑山啊，哎，你老婆还真敢跟你嚷嚷啊？队长，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我说的是真话，不是开玩笑。咱们行动队的人，事发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，你最模糊，这赵云初肯定会追查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们家楼下那老阿婆多大岁数了？不耳背啊。
能听见你们楼上的动静。队长，我能骗您吗？行，我信你这一次。拿着这个去查查，是不是大光明戏院昨天晚上美国电影《乱世佳人》的票根？查他干什么呀？让你去就去，许他们查咱们，就不能查查他？好，我这就去。哦，对了，队长，刚才在门口碰见国华了，他说钱之峰想看书，您看这事儿怎么办？看书？对。说书无聊，想上图书室借几本书看看。书。看不出来有什么呀？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书。也许他就是无聊了吧。队长，我问过他了，他说看别的书也可以，就是闲得无聊，想看点什么。随他去吧。钱副科长，您的书。好，谢谢啊。喝了酒了，哎，在酒馆活活待了一天，能一口酒都不喝吗？那你说吧，都听到什么消息了？哎，韩才一没有说瞎话，钱之峰被抓了，因为杀了一个叫吴老大的，据说那个吴老大是个情报贩子。哦，我估计啊，这事儿肯定跟江汉城，跟他们那个闭门计划有关系。嗯，哦，对了，说老钱为什么要杀了那个吴老大？好像因为那个姓吴的绑架并杀了一个什么人的女儿。啊，这肯定是跟闭门计划的情报有关系。嗯，今天已经是12月31日，重庆给新四军的最后通牒的期限就是今天。可我们还一无所获。灯一直亮着，好像在看书。坑也别睡了。是。
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票根不对，我特意问了一下他们的伙计，他们每一张票上都有数字，从一到七，代表着星期一到星期日。出事的那天应该是星期一，但是票根上却是七。带两个人，24小时监视这个刘二贵。是。等等，帮忙把这本书给还回去。怎么多了一本啊？昨天晚上在床底下找到的。现在这个图书室的管理太混乱了，你呀得好好跟他们说说。没事了？没事了。啊，另外再帮我换一本。那票根可不对啊。啊，你说什么票根？我不记得。是。哎，昨天钱志峰看书看到什么时候？报告队长，钱志峰看了一宿，一直看到天亮，整本书都看完了。那么快看完了？对，他让我把书还了，再换一本。那边呢？哦，这个是钱志峰捡的。不知道是谁落在屋子里面的，不过也是咱们图书室的。三民主义，谁还看这？拿给秦主任检查一遍。是。杨队长，你刚才说票根日期不对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刘二奎提供的票根不是出事当天的，是前一天的。而前一天戏院放的片子可不是《乱世佳人》。老赵，我可不是有意为难你。钱主任，麻烦你快点弄啊！怎么困成那样？我们队长说了，钱之峰不睡啊，我们也不能睡。你呀，赶紧查完，我还能回去睡会儿啊。怎么了？叫你们队长来。这是大光明戏院的广告。上周日上演的是《西厢记》，这周一才是《乱世佳人》。可是这票根，你看，这个七，说明是礼拜天的。报告。队长，有情况。怎么？来，你们看，最边上夹缝的这行字，刘组长，东西藏于我家院内树下7点钟方向，请自取，求勿伤我妻小。刘组长，肯定是刘二奎，除了他还能会是谁呀？老赵，这回你相信了吧？哎，钱志峰让你把书还到图书室啊？对啊。刘二奎文化不高啊，最近老是往图书馆跑。
我还以为他看上了图书馆新来的那个小丫头呢。程山，在，马上把刘二奎给我抓起来。哎，刘二奎是我们情报科的人，还是我亲自去吧。什么意思啊？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啊！赵科长，刘组长，你有麻烦了。罗科长，你不是说我……快走吧！哎哎，你们！检查仔细一点啊！住手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杨队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韩小姐，对不住啊，我们在找东西，找到以后我们就走。找什么？瞧瞧你们给我弄的！你放心，找到东西以后我们会恢复原样的。这地里有什么？你们到底找什么？韩小姐，不清楚吗？